可以吃， okay， 可以抓，可以钓。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水的高度就是最高了。哎，对。啊，然后游泳，而且它只能蹲下，不能趴下。不能趴就在湖畔边，你们可以趴在水里面。对啊。没，他没有设定那个氧气在水中的东西出来，所以说能不能潜进水里？我上次还为了讨老外想说很开心，给在水面趴下就趴进不行。现在遇到老外都直接把自己所有的装备给拆了。因为最近好像没看到熊啊，好那不见。有，我刚来的时候才有看到。暴龙。我倒是有看到一堆狼，我觉得狼的数量变多了。僵尸也变聪明了，会到房间里面来了。而且僵尸会抓人呢、欸。僵尸本来就是抓人，不会吧？没有没有，他本来是攻击，然后现在是会抓，然后你画面会晃。他有那有车案，要不要轰他，把他轰下来。嗨嗨。他不停啊！我们如果一直用枪轰他的时候，会把他真的轰到爆炸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觉得你刚跟他说嗨的时候，他好像会冲过来撞你的感觉吗？他撞过来就一直开枪把他车轰烂了。他直接撞人不容易哦，真的，不太容易撞得到。而且他连停都不想停，背后的这样绕回来了，不想停就轰吧。对啊，直接拆了，有没有？想要理性说话这样子，对，这里是哪里、啊？今天来的地方嘛，阿四吧，今天来的地方啊，对啊，要不要翻一下？哎、欸，我好，要翻吗？不用翻了吧？不用翻了，我们是来狩猎的。有，这边有人驻扎在楼上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东西，那有瓶子，看看哪，桌子上有瓶子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是出来灭团的。没有车，哎、欸，有车，这有车有车，有刚刚的车，他是不是开回来？他开回来。哎、欸，弓箭对车有伤害吗？有，是哦。哎、欸，这不是今天看到那一台吗？应该就是吧，就他在那边开开去而已啊。卡车的吗？卡车后面的是我的警车了，他是警车，他是警车。有那新的。我们我获得了一个赖打。因为僵尸很会掉赖打。我在车里面找到。有人呢？我在这边。前面啊。没有安。好像是波奇。没有安全帽，让我好没有安全感。有安全帽还不是会死？好像也是哎、欸，人防爆头，还比较容易死。因为安全帽比较明显。你看，我都一身迷彩的。那台车怎么停上去的？重生会是八格吧？对啊，在哪里啊？我到你们了。那个教堂这里，教堂哦。后面走进来的时候声音还会不一样，哎、欸，他们人嘞？对啊，好大声！没有，你们就开始我在里面录节目去了。OK， 走啊，我们去晃一晃啊！你们麦克风按着，自然就会有人来聊你。来！这太明显了吧？然后工地跟他说 hello， hello， everybody， kill me！ 直接就被人家变掉了。Oh shit！因为我搜过这个公寓啊，没有人，没有东西耶。应该会刷新的，他东西会刷新，他刷新速度越来越快嘞。上去了吗？
没有，我们在下面。没有，在底下。在楼下。不要收物资啊！收物资没事的时候再收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有枪、欸！有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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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射到了。跑过来！跑过来！跑过来 ！OK 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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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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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咬死！完了完了！割一下，割一下！不要进去补吗，阿丁？你也比较安全。好。他不是说没有熊，马上就出现了。痛死了！三下一个人就死了。我扒你一下，致死！差点挂掉了。哇、哦，这补血好慢啊！我差点忘了注意我的宝石度。这游戏宝石度真的很容易被人家忽略。二的速度还是很快，虽然有修改过。随时吃一下。要不楼上哪？楼上很多吃的。楼上吃了。不要啦。不要上去了，我比较想要武器。小物吧，武器找玩家比较快，方便。对啊，所以说来去猎人头，我们就有武器可以拿了。记得看到不要怀疑后面那个，所以我们自己人都杀了。哈哈，因为我是台湾粉丝，我是动画粉丝，饿了就死了。哈哈，应该讲的两条路啊，应该讲的两条路。已经有人了，已经有人了。营地有人了，我也在营地了。他守家，是甄子阿金跑过来的吗？应该。只是我现在黑屏了，我没有出现坐标啊，我没有一直打坐标。走来晃一下吧，要往哪里走？就整理晃晃就好、啊。整理晃晃。啊，晃着晃着，自然就有人来了。真的假的？一定会有啊。警察局最多了。伊藤跟阿藤要注意警察的弟弟。他每一个还是说老外还没有觉醒啊？不可能啊！他们现在是白天呢、欸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警察局啊。哎、欸，等下你们在哪里啊？太牛了！吓到我了！吊篮上面有没有武器啊？上次看到这边有 N 字，哇，没有。武器真的给改掉了，我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武器了，枪都不见。武器可能是之前太泛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要把数量修少一点，要不然每个人都有枪，人手一枪，根本已经不是猎僵尸的游戏了。啊，他编掉我是因为我手上太多枪。啊，你被编掉？有可能啊。对啊，我被编掉。他不是说要锁那个复制物品的吗？你有复制吗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复制，要怎么复制？还是你捡到复制的物品，所以你被误会了，有可能哦。手上是一把绿绿绿绿而已。我看国外实况组身上都好多枪，我就是不懂。很多枪可是没有那么多空格啊。啊，就是三个空格可以装啊。那个手电筒那个可以拿掉装手枪啊。真的是三把枪啊。很多空格都以杀人了，他们都杀人了、啊、他们都杀人。看到人就直接杀，连卡罗都。哎，前面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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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发现了，小心！有木？哎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开枪。直接杀！太快了吧！直接杀！哎、他身上有12发小枪子弹。那车是冒烟的。对，我其实有车嘛，应该是有车。讲话一下嘛，干嘛这样？他那是掏枪，他没有武器，他没有武器，没有，他只有子弹。注意了，刚刚那车是没有看到，里面是冒烟的，有车的。惨了，哎呦，被电池吗？我电池哎，是有电池吗？没有没有，根本是手杀。First blood， 这可以坐几个人啊？是这个 ID， 这个 ID 好眼熟。那个 ID 好像会掉了、啊，拉掉。没有，我只有火星塞耶，没有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找旁边的车看看啊，找一下啊，翻一下。里面嘛，去那个里面啊，这里面说不定有。
哦，空罐，该死！看，有枪的带头，有枪的不会有人啊！不要，我怕怕，我已经被老外杀到怕了。上次我去捡个医护包，刚捡到四个就被老外直接一枪给毙了，而且我还没看到人。这边是不是阿信遇到好人在那边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我是在 P 城那个下方的，这里是阿四，不是这里。好、哦，那边而且是，哎、欸，这有包包，这有包包，伺服器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那个肥料，肥料带走。啊，我可以做炸弹啊。怎么没有？怎么没有大包包、啊？这是子弹，这是子弹，哎、欸，那边就是子弹。这有子弹，这里。好像好像的。有问啊问啊。没关系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。你可能要先回家，因为我断线了。你断线了。我断线了。OK。你就开不起来。我先去后门看看了，我怕有人在这边。家里应该是还好。重要物品。都在身上啊，对我没有藏着。啦啦，有吗？这里感觉什么都没有。等一下，如果遇到那种举双手过来的，可以让我跟他沟通一下吗？嗨嗨，哦，那个是我们的朋友，记得不要站太近，不要在他空间射得到的。对他突然拔弓箭，真的是打不中。他问呢？他那个小白点还是可以瞄瞄准的。我在门口看着吧。你是不是想要叫他把武器放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来聊生路？两包肥料了。对啊，我们是文明人好吗？这边应该没东西了，要离开吗？楼上也没东西，等我一下。走啊，离开了。我下来了。我吃一下梅子，我吃一下梅子。我们抽僵尸的血可以打到对方身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双举双手进来了，谁啊？嗨嗨，龙木龙木，别动别动别动。他怎么？你懂中文吗？台湾人。懂、哦。是台湾人。他说他是台湾人。OK OK OK， 你是台湾人 OK， 但是我们不太相信你，所以必须请你把你身上的梅子全部放在地下，可以吗？抢劫吧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！你在流血是不是啊？我看见你屁股滴血。哎、欸哦，不是啊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那你的那个烟照明弹，我看，我看啊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啊！你这样比我还坏。我靠，坏哦！你才给我一个梅子。哎shit！等一下，有人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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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外面啊！到底射了两枪了，等一下，对不对？外面有人。如果中枪了，我中了两枪了。Holy shit！ 外面那开枪是你的朋友吗？不是。那你最好蹲在这边，不要动。哎、欸，找看着后门，后门，对，后门看一下。有枪的过去看呐、啊。要不要去二楼？好，我去二楼。去二楼。二楼比较好走。对啊，我血止不了了，有人有补发还是绷带吗？我上去给你。有，我们有。他们应该是看到车来的啦。门关起来吗？关起来。关起来，然后先绷带补一补。绷带给你。给你绷带啊。等一下，我在做了已经。我们看一下他们这样。我非常怀疑，外面那个开枪的就是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可以去你们 RC 吗？那可以把他干掉。不行。你可以把他杀了。你可以把他干掉。哎，我的血停不了啊，怎么办？我给你我的那个啦，快点啦！你不能用 B 开，你不能用 G 开头那个，你要用 B 开头那个。我用 B 开头的、啊。他还是不停啊！哎，他们进来！走出去！等一下！我再看！杀他们！好，停下来了，我先丢下盾带，等一下。哎，有没有什么拿枪的可以来这边看一下？
这边会比较好顾。上来了，他从那个楼梯上来了。上来了吗？就在我……哎、我告诉他们，他们进来了。有两个人。小心点哦。我是台湾人啦。观众说叫那个人字说台语。有人在外面走来走去啊，我真的觉得应该把他崩掉。靠墙下，靠墙下，靠墙下。他是不是绕到后面去了？后面有人看着吗？没有没有，这边只有一条路，就只有那个门口而已。嗯。还好这个游戏没有手榴弹。没有窗户可以，他可以穿墙吗？不行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上来。现在有墙壁，你来打一下，开门直接射。杀他，杀他，他快死了。射爆头了，爽。对吧？你先点我的枪，你先点我的枪好了。先点他的枪，快点。好，我点他枪，他一只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死了，然后还有一个。阿金有绷带吗？有在包啊。哎、我。没有，你没有枪啊！我没有看到你的枪哎、打弹枪啊？对，刚好坏掉了吧？打没有啊，是600多刚刚。可是没有呢，我这边看，我这边只有看到两个箱子。坏掉了。坏掉了。对，坏掉了。欸、开车走了，有人开车走了。注意哦，你的枪坏掉了。坏掉就算了。那个路口死了，对不对？用钥匙，啊，有人开车走了、那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听到。那我们带不露回我们的营地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他路口的东西把捡一捡。你这边捡一下，那边捡一下，我包包空间会不够。路口的遗物要捡一下。啊，外面那个人，他应该有带一把手枪那种。哎、我快到了，我们回一下吗？这边还是你们先回去。这边谁可以捡一下？我包包不够，我包包位置不够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捡了他的包包。木口，你离我们这边还有多远？好快，1000的距离。那就先在那边等一下吧。哎，刚刚那个是八格吗？他的子弹都给抢卡住了。是哦，我你要开军火库来。我只知道我刚稍微用门缝，然后射到他，爆他的头。哎，他是。如果我捡重要的东西哦，我正好我就丢在这边。哎，他身上有电池跟引擎呢。等我们等下去开车看看啊，看车子还在不在？车应该被开走了。被开走了啊！然后他身上有65发子弹，谁捡一下？我包是满的。包已经满了。我捡了。能捡我就捡了。那个阿信，你的血再多补一下、啊。有，我一直在补啊，我现在80%了。刚刚我觉得他们是两个人一起来。他们是两个人，可是我只有看到一个人上啊。现在另外一个在车上等啊，派一个炮灰上来。他死了，另外一个就跑了吧？对啊，因为你们这里有散弹枪，他们应该也不会太恐怖。Hello， 我方便讲话吗？他说他方便讲话吗？ Okay 啊、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有在聊天室打字，然后我真的是台湾人。啊？他的 RC 哦，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没有，他是说在你的 R 那个聊天室。简单，他说他是、那个、他是你的粉丝，他在你的聊天室打字。我是看你的实况才去买这个游戏的。OK， 你不用急了，不用太担心了，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我们现在在讨论别的事情，有人来了，等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谁？外面谁？外面没人啊。那我怎么听到我还没有到？是我的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，楼下，我有听到声音。在地吗？对，我们在原地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哦，没事。等一下，小心，我听到脚步声。F F 1234是谁 ？F F 1234，何子。我是老弟，他在门口，
他开枪了吗？我开枪了。哎、欸，他跑掉了。这混蛋是谁啊？他在捡东西，然后被我打到头，但是没有死。因为他有戴安全帽嘛。真的假的？安全帽有用吗？应该是有用。对子弹来讲是小枪，有人脚步声，等下你们先不要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我快到了。你小心哦。Who's there? Who are you? Who are you? 没反应。欸、这边有警车、欸，这边有警车、欸。所以我说，哎、欸，你先过来，再带我们走，再带我们过去，要不然我们可能会被那家伙打。那家伙应该也快死了，说真的，他中了好多枪了。你现在人在哪个营地？你有看到他流血吗？我没有流血，但是他被我打好多枪。因为我不知道你打波雨到底会不会穿了过去。我是直接从窗口对他开枪，我不是打波璃。是哦，哦，这窗破了。有啊，对。走，有人走，那是接着。那是我走到这边来看一下那边，我看门口，我进去看看好了，等一下。如果你直接从门进来，然后来我们楼上这边。反正有人从门口进来的时候，我会讲一下啊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你要讲一下。好。这个伯乐真的超像人物。伯乐好可怜。哎、欸，是奥斯卡大哥吗？刚刚有看到。没有，你要不要叫他出去看就好？出都够了。啊，这伯乐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在哪里了。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那个你那个哦，有人进来，啊，出去了。我不在，没到。哦，那是谁？哦，他拿长矛，走上来。Who are you？ 台湾人。台湾人。真的吗？台湾人。我是不是听到外国人的声音在楼下？外面那个外国人在哪里啊？在楼下。他还没上来。他没有搭理哦。他听不到。好呗。那个外国人没有搭理吗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是在 FFF 的吗？我有看到他在外面。F 一二三，不是是 F 一二三四吧？他在哪里？有好多个 F， 只有一二三四，一个 F， 一二三四。哎，有人走进来。外面有外国人，外面有。有人上来。哎 ，FF 一二三四。哦，我在门口，我在门口，现在进去。等一下，有人。后面有一个人啊，后面有一个外国人了、啊。我看到你走进来，那是你吗？我现在进来了，上楼梯，好，我跑过来了，我跳进来了。好，进来了。你下面到底有几个人啊？我只看到一个了，可是我看到好像有两个呢。刚刚那个 FM 一二三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你们的 ID， 有两个，我有看到他们有两个人。我知道那两个人是谁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位置。有要骨头吗？哎、欸，如果我给你骨头啊，你先拿个骨头啊。等一下我去看看就好了，没东西了，身上。所以要下去看看。哦，我已经在外面。你有没有人关心伯乐会不会饿？是吗？哦，对耶。你们可以补一点吃的好了、啊。外面是没有人啊，我看到了。真的没意思。如果你回来，这边有厕所，有闪光，刚刚亮了一下。哎呦，讲话在里面，他们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哇，这里，路口，回来，我这里，我靠近最靠近我这间。哦，里面，东木，不要打他，被打了是不是？死了，没事了，死了，都差一点，死了，那个 F 一二三四还在附近晃，应该走出去了，很奇怪是外国人，不要动，他们怎么都还是一直打来打去啊？
好的，那个就是警察，那个警察叫小偷不要动心脏的。我动不起啊。没有啊，我脸是满的。所以，葫芦，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葫芦，你东西捡捡吧，很多东西可以捡。给个坐标吗？可是葫芦不动啊。他在捡东西啊。你肚子饿，要不要吃东西啊？我们再两天两天啦。他刚才好像把唯一的美果给阿金。阿金怎么会这样？掉坏了，掉坏了。只有一颗你抢了人家只有一颗的美果。你抢了人家只有一颗的没有植物哎。谁呀？看我一个，你刚刚怎么在这东西上发呆啊？他在打你，我看你在吃东西啊，我在吃东西。没有没有，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人了，那两只都死光了，死光了，死光了吧？自然没事大忌啊。是两千了，是不是？没冲跑，没错，两千两千。好，继续找车吧，我们应该安全了吧？我先走好了，反正没有东西。再见啦，再见啦。我们要离开了，放生。没办法，我们又不会复活术。整个人被放生脸了。走啦，找车啦。那个如果你刚来的时候不是有看到？吓到我了！射箭小心点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斜对角，你 ，Oh my god！ 怎么又被射死啊？我就跟你讲，我就跟你讲，有没有？你怎么可以把布鲁给杀了？他在射箭的时间超过去了，你杀布鲁！啊，每次都这样，好讨厌了。Oh my god！ 如果一个人放死人了，那怎么办？如果又是你，又是你，我电法太强了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可以开，可以开一下吗？可以开一下，我们开车走回去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很多东西，这里有很多东西，有子弹，有子弹。这边捡一下这个，这个包，这个包。那不会要怎么跟我们过来啊？好可怜啊！这些抢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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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坎坷啊，坎坷啊。有谁缺箭矢啊？我这里有一百多只啊！是我了，我了，我缺了，我缺了。啊！我丢地上，丢丢丢丢丢。人质被撕票。这边这边全部全部全部。哎、欸，那个是我开的吗？刚刚不是有那个什么火星塞？有啊，怎么？哎、欸，我掉嘞、欸！你们有捡到吗？你们 A 走，他一趴都没躲。然后结果那边火星塞对不对？没捡到。有啊，有捡到吗？我没有捡、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捡到。我有电池啦，再来一个火星灾，我们就可以开车了。哦、然后那个啊，我的车还在哦，外面的车还在。不小心被处决，这个是意外，真的是意外啊！我就说射箭的时候小心点嘛。我上去看一下，我刚刚去看一下。中间有一个被电池啊，那个哦吼，葫芦没有，上面他妈没有了。葫芦在接待区，要把它拉下来。可以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葫芦拍水，所以我们现在缺火星灾。都没有火星塞吗？没有。啊，你们不早讲，我就带过来了。没关系啦，我们移动啊，继续移动啊。给坐标一下，我快到了，快到了。物色日间。这不能开。没有，这什么都没有。那就换一台。你刚看到警车在哪里看到了？在前面吧。走啊，走一下，我们去看有没有警车。如果没有警车的话，我们就回营地晃一下，收拾一下，然后准备好之后再出来，这样也可以啊。这是什么奇怪的物色事件？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你在怪龙口啊？龙口之前射死过自己人不是吗？有，就是龙口射队友在等。嗯，都是爆头的，重点都是爆头的。然后人家在射箭的时候不要过去嘛，干嘛跟僵尸站在一起啊？嗯，危险了。我被龙头射死一次，也是爆头，都是爆头。没有，他有集中三件是在我身上，你都没死。我们顺这条路可以顺便回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。然后那就走吧。大家可以坐标，有熊，有熊，有熊。可以坐标一下。你先到两千两千，我妈在那边了。这里啊，车呢？我有记得呢。坐标加你记得就好。这个这样是可以开吗？
哎，有电池，可是没有活性炭。哇、哦，可恶！等一下再带来，你要再来拿好，你要来拿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要来拿。等一下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戴安全帽那个？哪里啊？跑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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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跑掉，他跑掉。两个哎、欸，台湾人，台湾人，他挂了 TW 哎、欸。嘿嘿嘿，台湾人吗？台湾人，台湾人，台湾人就不要打哦，不要打哦。举双手了，有一个举双手的。Who are you？ 有什么护具吗？台湾人吗？是台湾人吗？会不会讲中文？别打，别打，先把那东西打死掉了。在哪里啊？跑掉了。走掉。一个往右边，一个往左边哦，还是不要过去吧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退了。你说你是在哪啊？对啊，有些女双手是骗你啊，在那边装友好有没有？没必要带回家的，你不要带。有是看到我举双手吗？我这已经在挣两千，挣两千了。哎、欸、哎，我把这哎、欸、是你吗？等一下好像是你呢。ID 是什么啊？你讲一下你的 ID 什么？哦，我 A B 啊，没有 A B 啊，因为看不到啊，看不清、啊、那么远，看不清楚。你回来看看，你回来看看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那个，走来看看。我说想找你们。哎、欸，旁边有熊哎、欸。是在路上吗？没有，因为刚好像有看到你。可是你刚后面有一个写 T W， 然后是戴白色安全帽的是吗？我不是戴安全帽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刚遇到那个应该不是你哦。那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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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路上了，我在路上了。要等一下吗？要等一下吗？走，我们在地方等走啊。挣一千九，挣两千一啊！你来看看。挣一千九，挣两千一啊！你有看到教堂吗？你有看到教堂吗？我过来接你就好。OK， 那我去教堂。僵尸来了！啊，你们先进屋子里面吧。哦、啊，我穿墙哎、欸。射他了！在哪间屋子啊？有熊啊，有熊啊！天救命啊！出去救他在哪里啊？我跑回来。天人呢 ？No！ 你为什么被追了？你要放那个很莫名的什么啦？我等下死啊！拉好慢。死了！哎、欸，等下，那个是谁？远方人在开枪啊！快点！那是人吗？那是谁？拉死人！谁？哦！没有，看到，自己人。我先。嗨 ，Who are you？ 你会讲中文吗？不要打！嗨！哎，你到了吗？你会讲中文吗 ？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or English？Yeah, of course. 是你到了吗？哦，中文玩家嘛，对吧？我，喂。你是中文玩家对吧？对，我会。那请去。那我们因为不相信你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杀你，可是让你留下你身上的一些东西，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你根本就抢劫，你根本就是抢劫啊！你可以蹲下，把你所有的食物交出来。他们不知道我们讲话，你们先不要讲。我们不会打你，但是我需要你身上的道具。你有听到吗？他听不到啊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有谁缺包包啊？有东西，满意了吗？好，很识货，满意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谢谢。他八颗梅子都掉地上，都是用的、啊。八颗梅子，哎、欸，我想要他的裤子，能叫他趴下来给我吗？不要了，抢裤子，这抢裤子很可怜的、欸。抢裤子，我你们抢包包就算了，梅子留给他。我想要你身上的裤子，把你的裤子脱下来。走吗？走一下。回去吗？我把车子锁上了，刚刚。要走吗？回去拿火箭再过来啊！难得看到车子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是只能四个人坐啊！一人坐回来就好啊！把 Noco 杀掉就可以了。哈、欸、等一下，可是车子是我锁上哦，你杀掉你车子解不了哦。那没在乎。那就把 Rick 杀掉吧。你不要偷偷拖跟着我们好吗？
哎、欸，你戴这张看起来好危险哦。这样子啊，文龙，文龙先生，请站住，我要开枪了，文龙先生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教堂，来教堂，来教堂，我们到教堂这个神圣的地方。来，把门关起来，一个人关门。哎哎哎！那个文龙先生，请你听我讲话一下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队友，他很中意你的裤子，所以你可以把裤子脱下来给他吗？哦，我给你安慰奖了，我给你一瓶蓝莓汁啊、哦，安慰奖啊，你讲吧，安慰奖。你不要说话了，你在里面，你在你要在里面讲话。文龙先生，你有听到我说话吗？你把你的裤子丢下来，你就可以走了。他在不在啊？不要这样啦，走吧。我特别中意你的裤子。哎、欸，外面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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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拿，不行。安全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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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戴安全帽。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。外面有人哦、喔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谁啊？我不知道，他戴安全帽。我刚看到了。Hero。外国人。Do you understand English？ 嗨嗨。有没有在？跑掉了吗？不是吧？哇、欸！他就直接这样开门冲出去了。文龙跑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外面在射箭了，外面在射箭。文龙跑掉了。跑掉了。欸、这边这边在这边后面。哪边哪边？安全帽是谁啊？不知道不知道。台湾的有挂台湾的。Hello。我们现在在追谁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谁在后面射箭？对、欸，眼镜有在我们。那个 Hero 在射我，在射我。Hero 是外国人吗？人啊 ？Hero 不是了，他在打我们啊。你，他刚刚跟我们说 Hello， 但是我跟他说他懂不懂英语，他没有回应。他是射人，好不好？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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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楼上楼上楼上有人射箭，楼上有人射箭，楼上有人射箭呐、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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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发现吗？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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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那边那边有有对面对面，对面楼上，哎、欸、楼上快快进去！他在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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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直接冲进去，哪里啊？上面呐、啊，来来这这边这边，哎、欸、你人呢？哎、欸，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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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我进去了，我已经进去了，你们要来吗？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！等下，等下，他在顶楼，他在顶楼，他在顶楼。没有，他在那个四楼，四楼，四楼。我在底下等你们。阿金在你头上，阿金在你头上那边，你那边注意一下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那谁？哪里啊？在你后旁边。Who are you？ 谁被楼上射到哦？阿金，阿金，你后面那个，你那那个那个是我们不认识的哦。你们先过来啊！全部都散成一团，我不知道到底是看不上去是吧？先进去，先建房子啊！先建房子，先建房子。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不见嘞、欸，登出了吗？没关系啊，他情况太混乱了，控制不住他。你们都建房子了吗？我不啊，我现在是跟你在一起。上去看看啊，是不是从这边射箭的？楼上楼上楼上、欸、没有没有，我们在里面没有人了、啊，都过了没有人、啊。跑掉了吗？那先离开这里啊，先离开这里啊，这里人越来越多了，先走了、啊。有人在这边啊，在二楼啊。二楼？没有没有，那是哦 A B 啊，那是我们自己人靠腰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了，这回一定好的、啊。奇怪，我刚不射中他两枪，他应该死才对啊。他可能是很少血啊。先回去啊，不要在这晃了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。回去准备一下。有路跑过去，右边小心哦、喔。没有人。路有什么好小心的、啊？赶快回去吧。哎、欸，不要射！好危险哦、喔，好危险哦、喔！我差点给射死。现在，现在，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很混乱呢、欸。大路跑下这边，这边。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我刚看见你们有人了，有人了，有人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。Hello，Hello，Who are you？ 你懂中文吗？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啦，是刚刚那个啦。文龙先生，文龙先生，你直接跑嘛，等一下嘛，我让文龙先生听我们讲话，讲不会杀你的啦。你在抢劫，谁相信你？我们就放你走了，脱下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他谁相信你？我也是有羞耻心的，你们这么多人看着我脱裤子。
因为我们有队友很想要你的迷彩裤，很帅啊，这是唯一的条件啊，谢谢你，文龙先生，麻烦你了，请给我你的裤子。好了，我拿我的，我拿。有人会给你裤子啊！别走啊，走啊！跑走，怕的跟什么一样？还重要？进去了。裤子比生命还重要吗？裤子跟命，你要哪一个？哦，啊，裤子掉地上，快点！裤子换一下就好了，我要求不要很多，好吗？哦，裤子就裤子。地下，如果点啊，没有，那是顺的。赶快把你的裤子换上去，然后把你的迷彩裤脱下来丢地上就好。好，剪，他换裤子了，剪一下。我们来这里就为了抢人家裤子，会不会太奇怪了？谢谢你，感谢你的合作，文总先生，我们要离开了，谢谢。好了，我给你了，算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，不要在这边等了，那个、欸、不是这边了，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走啊，走错了。等一下，能不能找个安全的地方？我要吃个东西。前面有人，右前面有人，哪里？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好不好？入口。哦、oh, shit！ 死掉了。走了。不理他。那个好像是挂胎 EW 的、欸。靠、oh, ，杀错了。不要射自己人。快点入口带我们离开这里啊！我们在这里待太久了，人都有点多了。我需要喝水。是谁？文总。他想要知道我们营地在哪里之类的。走啦，那个跟着路口回家了。Hello， 我到喽。文龙在偷偷摸摸偷看我们，偷窥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有一个 TW 的。前面有熊，我不要碰到哦。哎、欸、哎，你们有没有干净的水？不然我装个脏水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你装脏水直接喝的啊？对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你们等一下。哦，你怕什么？天锅河等你啦，不要在东西。才离个十公尺而已，就要我会怕，好不好？我会怕，我很胆小。你们为什么离我如此的遥远？不要射箭，谁先射箭乱射一通啊？哎，没有，那旁边有僵尸。文龙先生好可怜啊！走了，被扒到只剩下一条上衣，一条裤子换一条命，不值得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别哭，乱掉了嘞！你们在哪里？哦，直走啊！我看到了，不要跟那个逛夜市找不到妈妈的小孩子一样，好不好？跟老狗一样有困难。我是路痴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怪我？这是敲过了吗？这不是？这是敲过了。不是这里。哦，被蚊子咬了一下。这时候回家休息一下，吃饱喝足。再上蹲一下。你们家里有火星塞吗？我打火机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！刚刚那个绿 K 差点被射到了。走啊！太恐怖了。之前家里是整组的车子里面都有，差不多被外挂都拿走。不算是外挂，他没有叠箱嘛。如果左边那个营地可以盖起来啊。哦，可是这边你城里面很近哦。对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再找另外一个，有一个无敌的。你旁边有邻居耶。真的有邻居耶。射一下僵尸吧。我们家里吗？不要射我。
他明明射到后面，为什么可以射得到僵尸？真不懂。这是八个吧？你们两个踩草莓，我都没办法踩到。对啊，我后面好像有人呢、欸。你们用狙击枪看一下我们后面好不好？是不是有人跟着、啊？有人在家里吧？有，我在。那我门口站的是谁？我是不露。哦，是你啊，是你啊。是不是有个人跟在草丛那边？我好像看到有先生啊，那是文龙先生吗？文龙先生了。文龙跟着我们、啊。文龙先生跟着我们干什么？他对我们抢夺他的裤子怀恨在心吗？他想要知道我们基地在哪里啊？到哪去了？没看到啊？那个趴着，在我这边了。哦，在山上去了。有看到吗？没有。在哪里？没有。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啊，我上来，我在你们别动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边，他们在下，他在下面。是你啊？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你要裤子吗？我还你好了。你要裤子吗？我可以还你哦。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们？反正是僵尸杀手啊，有一只僵尸跟着我们啊。哦，我差点射到怒口。不！你为什么等？你为什么要是故意的吧？如果是射门，我应该是故意的。我们不会杀你，你也不要跟着我们啊！那个、我没射，怎么回事啊？文龙，我是不是有一把剑啊？可以捡起来吗？不可以。哔哔哔！有开枪？哪里？哪里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破局吗？我想说奇怪，我怎么没听到枪声？对啊，回营地啊，回营地啊。然后如果发现文龙在跟来，对不对？直接把他干掉了。好事不过三啊，我们只抢物资而已，又没要杀人，一直跟来干嘛、啊？找死啊，作死啊！想死早说，送你一程。营地人越多越麻烦，我要让你们跟来。这时候回头看一下，他说不定还跟着。哎，他还在远距离。有，我看到。我们等他稍微近一点的时候就把他干掉吧。他往我们这边跑过来了呢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他。那个，干掉一下文龙啊。哦。哎，这个是找死的文龙先生啊。早叫他别一直跟着，你就一直跟着干嘛？可能想要卖国。路口那么吓人，你们两个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了，走，回营地。路口迟早会被你吓到心脏病发。可是我有射中啊，没有射到你啊，刚刚，好不好？好准啊，射过去好吗？从你右耳勺。擦身而过，没辙好不好？吃啊，是没辙啊，自己吃啊。这没辙。哎、欸，我这里有罐头啊，你要不要？你在哪里、啊？我这有罐头，给你。不是我，我没罐头。没有，我是饱饱的、啊。谁？这边，地上有罐头。ARB。我的地上，小香耐久度是不是很低啊？开箱好像一下变红了呢。欸、这有罐头，谁要吃啊？这里啊，我这里有罐头。随便啊，随时走了。我们先回营地再处理这些事情、啊。先带着，走。我这边啊。我们杀死文龙主要是基于我们营地的保密协定，好吗？哎，你们往这边啊，右下方啊。啊？哎 ，Hello。哪里？在哪里？这边啦。哎，好。这是我们不拿他的东西。
你说拿他身上仅存的一件衣服吗？谁叫他裤子这么帅？你们就是要换 Moco 的兴趣好不好？他穿全身迷彩，对啊，才可以潜藏在森林之中。哎、欸，如果我身上这迷彩，你要不要上衣啊？你原本那给我的吗？回去再换啊！回去再换，回去再换啊！前面狼在咬你，狼在咬你。看到他，看到他。来，路口上，不要怕，别碰他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等一下，营地开门的时候小心点，因为开门有些人会冲进去。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啊？我在营地有。有陌生人的话，对不对？就沟通一下，不能沟通就啦。毫不犹豫，不要沟通。不行啊，我们是文明人，好吗？哎，下面有个人在跑步，哎。走，去他看看。侧边跑过去。追得到他吗？追不到，他跑太远，他跑很快。啊，算了，不理他。怎么突然就我们变成嗜血的外国人了？哪有，我们哪有在杀人啊？都是人家都不听话，然后就没办法沟通，叫他不要打他一直打，叫他走他也不走，死人的不杀他杀谁？嗯嗯。这阿金，你刚跑过来的时候，就很多人都过来了。可是为什么他又没有露出坐标啊？没有，其实你第一看的话，大家都知道几乎这是在哪里。是哦。对。刚我在手里的时候，就有三个人过来。陷阱给拆掉了，我们有三个人拆掉了。我陷阱进来，我陷阱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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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哎，这不是那个哦，这是那个哦，进来吧。哎，Blue，Hello，我来了。哎，BOX 吗？不是，我有在打 C 呀。BLOU 有在打 C 啊？进来吧。有啊，进来。有谁没进来吗？后面还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喂、欸，谁开门了？谁开门了？哦、，Box Fin，、啊、你有没有进来、啊？哎、欸，上次我们不小心误杀的那个。对啊。没有枪，没有枪。哦，有小枪吗？有，多一把。OK， 没有可能。哎、欸，怎么的？我先去生火啊。我要怎么把那个有僵尸协议的针打在别人身上？那是打不了，那只能打自己身上。哈，我以为可以打别人身上呢。那个很有用，你到100发的时候就可以。变成无敌炸弹，当僵尸打死了。有点火，路口点火，点啊！你可以放下手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。为什么你开门，然后是我飞出去？还好我穿进来了，开门让我进去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帮忙捡取一下木材吗？哇！我被开门，然后被推出去了。进去。哦，这样。哎，好。哎。终于又回到了家，有家真好。哎，出去一趟遇到事情还真多哎。你们要进来吗？我有捡到很多子弹跟还有一块防水布。嗯，怎么移过去？哎，子弹我都放在第一个箱子哦。检查一下。因为我都用梅子换回家的命，还闻到我的裤子还是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安全帽哎、欸，这安全帽看起来好帅哦、喔，我可以戴吗？可以戴啊，因为那已经领。没关系，戴着。没有，那个是还是抢回来的，没关系，你戴吧。帅一下，安全一点也好。你喝完的水拿去外面丢到外面去哦。哎、啊，你们有没有那个木头，可以再多做那个什么？外面的是谁？外面举双手是谁？我听到 Who are you？
Who are you？ 其他人就放到第一名那个。哎、欸，他太贪吃了。那是水壶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水壶啊？那个不是，那是酵母还是什么的？哦，不要喝、啊，会吐血的、啊。没有喝。那是做以后做鸡尾酒炸弹的，那个燃烧弹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还没有遇到鸡尾酒哎、欸。那个还没有，那还没有开放。哦。哎、欸，路口你点，让我摆一下东西好不好？你一直点都没办法点。这两个是刚来的吗？Let me out！ 我需要出去。这有没有近战武器呀、啊？哎，谁来帮我开个门啊？我被关在小屋里面了。你登出再登入就可以了。我不要，我等一下会掉外面去。外面那两个是谁啊？嗯，哪一个？拿工作。刚不是说外面还有两个人吗？可是他们一直没有讲话。说到这个啊，这个不知道是谁，你们。他不讲话啊。哎、欸、Pepper， 刚刚你要说要木头来干什么？那个啊，不讲话的。我还有放那个防水布在那个箱子里面，你们可以再多做几个那个雨水收集器。哦，好的。他讲话了。中文吗？他说什么文？他说台湾人不要砸他。哦。为什么不讲话嘞？他有说、啊，他有说话、啊。有啊，他有说了。就、哦、一开始的时候。他是紧张躲僵尸吧？哎、欸、，Open the door， 我身上还有一颗子弹，我要把它放进去。哦，一颗，一颗直接开掉。我没有枪。狙击的，你需要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帮忙收集树枝吗？做地吃，谢谢。好哦，狙击的你要吗？地上。都我们很多了，我们很多。然后我这里有两个木条。地吃我丢地上吗？哎、欸，我这边木条丢地上哎。木条丢地上。木条都有了啊！掉进，等下有点乱的。谢谢阿伟一一的订阅。哇、哦，这么晚还订阅？我在去装个水了。哎呦 ，Paper， 你的安全帽橘色的，现在又有颜色了。对啊，我刚就在里面找到，我就说很帅，我就想起来戴。然后我先讲一下，我们第一间是避难所，是给难民用的、哦。你说前面那个，哦呦，谁把门关起来把我推进来啦？哦，哎呦，到处被推。你说前面那个铁皮屋那个吗？是那个，你要跟我下去装水吗？这边有瓶子耶，水不够喝了。你可以先捡起来吧，我下去装。我在烤肉啊。走吧。身上有。要不就掉了。OK， 三十一支箭，我需要做个。下线咯，下线咯，果断在我们一定直接下线咯。对啊，真的、哦。应该是要做。他可能会想要跌进来啊。嗯。对啊。就是刚刚那个说什么他是台湾的那个。没有，我发过。临时斧。哎，让我出去。耶。哎，为什么你们地板扣血了？这边刚说是硬的，刚这里是有激战是不是？开个门，没办法开门，我也没密码。你应该有物资，我们那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有人在射箭哎，我们人吗？我啊，我在射箭。哎，我们要去开警车吗？啊，对耶，我先塞吗？有吧，有啊，我们有。那就四个人过去嘛，我们把车开回来这边放着也可以啊。车不会不见吧？会被人家偷开走？哎、欸，上锁之后还会吗？可以上锁，可以上锁。你要开回来上锁这样子啦。要不拿帽子？要四个人。哎、欸，可是警车可以开到草地上吗？可以吧？哎、欸，要问阿金的，你们开过警车啊？你们开过草地，可以往上爬那么高吗？可以啊，车啊，在大约有
很陡的那个就不行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第二、啊、你们第二道门没有关呢、欸？没有关吗？没有，那第二道门没有关。哎、欸，菲菲，你有空就打打密码就好了，下次。OK， 好，你下次再把密码给我就好。下次，来玩一玩，我要休息一下，因为胃有点痛。太紧张了。那个没有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四个人，对不对？去把那台车开回来。然后我今天也可以休息了，走吧。谁回来守着？我要跑上来，等我一下。啊，我现在跟电池要带走。路口带着了，路口四个人，路口是一定要嘛，然后阿金嘛，然后还有两个。路口，对，你帮我关注我出去吧。嘿嘿嘿，抱歉。我的。我灭掉了。收到。说真的，我怎么灭掉？把那个木炭拿出来就好，把木炭拿出来。然后灭了之后再放进去。哎，准哥，我刚杀了一只僵尸。哎，那个黑粉，你要安全帽，你要去的话，安全帽就拿下来啊。对，我安全帽拿下来。哎，帮我开个门。对，对，我突然想到，因为等下如果嗝屁了，妈，安全帽又被人家捡走了。外面有两个人呢、欸，哪里啊？我们啦！哎、欸，开门！谢谢。准备好了没啊？走了。OK 了。我先把东西放下。所以这个熔炉现在是怎样破坏？拿那个十字镐就给敲了。啊，不是十字，铁锹是不是？啊，比这些。到时候再问就好了啊，那些熔炉都可以用普通工具把它敲爆吧。是哦，我现在先去把车开回来了。OK OK。你在哪里啊？在门口难民区。我捡到了五个梅子哎。你们有带食物吗？有啊，我有梅子。能给我一块肉吗？快饿死了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。在后面啊。这么多人去回不来吧？拿去，两块肉 OK 吧？好，谢谢。哦，太多僵尸了，我不行了，太多僵尸了。你要不要带一些梅子在身上？我有啊，你点啊，我有梅子啊。OK， 走吧。等下有谁要去？应该只能四个人。等一下，先把电池跟火星架给我了。谁要木头了？3到4个地方。电池跟火星塞呢？僵尸把抓到快死掉了。没有死。哎、欸，火星塞跟电池在谁身上啊？没有人带。没有、啊，没有。刚刚不是说要回来拿火星塞跟电池吗？哎、欸，火星塞而已吧。我的，谁开枪？吓谁呀？有火星塞吗？没有火星塞，只有电池啊！完了，我们没办法开车了。有火星塞啊！有火星塞吧？我有看到有三个啊！哇，现在是人多口杂，等一下大家冷静一点啊！没有啊，电池箱子里一定有电池，火星塞你找一下，如果没有就算了。我看到了你的鱼尾纹。有最后一个，对吧？你看，哦，有了，我们可以去砍家了吗？走吧，等下先决定谁要去啊，不然这样人太多没办法去。努口阿金马拉还有两个。其他人也可以去啊，只不过就蹲在后面。对啊，就会被拖在后面哦。这个叫什么？全部去啊！我全部去啊。那后面回来的时候怎么回来？要追着车跑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走啊。
走啊，你可以。我没有密码，我没有密码。外面有人给拉掉。开门走了。我没有密码，懂你个密。上面可以直接跳下来了。我们直接从上面就。上去。热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刷一下扣三 D。走了，路口那路直接走了，我们去把那个警车开回来。今天就功德圆满了。今天就可以休息了。自己跟好了，跟不上就叫一下之类的。啊，像这样吗？对啊。哎，前面有僵尸。你的粉丝啦？不是啦。走开！我也是推他一把。你为什么要举着双手往前冲？喂？喂？好啊。然后那边有绷带吗？啊，我在跟他们。绷带？有绷带吗？有啊有啊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。原来在讲电话。没有绷带。有人在聊天是偷坐标哎、欸。谁呀、啊？不知道。一个 BK 最后12388又BKQOO 又麻烦了，那就是刚刚那个 L 吧？那我眼睛不来，你们不知道进得来啊？或者是我们仓库根本没有放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要拆开门拆啊？而且我们盖的很快。哦。我整白一点啦，尽量猜哈，尽量猜。这样我们就不用修了。那我们真的不用修了，哦，多方便了。总经理对吗？不知道。对。我们拿到那边直接开了车就走了。路上有人，对不对？除非他靠我们太近，再解决他。我们撞过去。就不要跟他废话了。我的两个女僵尸，我的粉丝，你们都推你们的粉丝。我终于承认那些是我的粉丝了吗？你好可爱哟、喔！你们这一种暴力。哦，好尸不挡路。把它拿走之后掉你的东西。哎，对，哎，听说会打它会掉钥匙，是不是？会会啊会啊。那个钥匙可以开箱子吗？可以可以啊，而且一定会有枪。可好好哦，是开那个吗？商城那个箱子还是？还有两千八哦，我也就两千八哦。哦。哎，那个枪是全新的，不是那种受伤过的。钥匙上面会结尾。我都还没有打过钥匙，不好打啦，那随机的。我是在很偏远的山上打僵尸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捡回来的两千包是用来装子弹和装靶的。两千包做不出来吗？你们做到一千包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后面有跟上哦，有。好大的团体哦，五个人。完了，等一下有个要追车。看谁先上车是吧？不，只有两台车吗？可是火星塞子我们只有一个啊。有一台是冒烟的，对啊，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火星塞，就一个火星塞，火星塞都被拿走了，嗯，都被拿走了，嗯，警察局那一票人吧，啊，应该吧，啊，为什么给我穿吧？你要穿吗？因为我要开破布，我没有裤子，
裤子给别人了。你躲在地上啊？你有捡到吗？这趟裤子？我也没有那么穷。那我们真是超穷。这是难民屋，你们看到吗？很多可怜。不要叹口。要住石砖的，我们住木屋。我突然觉得，啊，这么远哦，真的是这里吗？到了。到了，2000了已经。原来我们刚走那么远哦。对啊，因为刚刚很欢乐啊，对，被魂龙追。他现在去投胎了，不知道转世到哪里了。走着，这房子先不要管了，我们目标就是车子就对了。但我只能要。那个火箭弹跟电池都在那火车上，对不对？你先第一个走在。有人在前面给狼咬吗？啊，不用理他了。就看到手上有枪了，直接开枪了。如果有人在聊天室说他比较担心你们打不了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哎，欸，是这里吗？我总觉得好像是这边，对不对？教堂的后面啊，我后面吗？嗯，这边有包包，这个包包，这个地上有包包，欸。这边吧，不是这边吧？我记得是在前面右边那边，那个接口那边。这个啊。四处看一下，大家四处看一下。然后前面那边右转，我记得是在里面。对呀，啊，那我第一天还蛮不错的嘛。嗯。哎，欸，我第一次开车哦，我会翻车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挤满了。他们那个举双手那个 AEC 那个是谁啊？不认识。可以上来吗？哇，哦，他们坐上面，哇！不行啊，那个车会撸走了，小心撞死啊！葫芦小心撞死啊！他开对地方欸，那个路口要开对地方哦。走啊，回去了啦。你确定这样子要给路口？哎，这个车子是可以修理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。开回去再说了。路口开的车我不敢坐。香港车神，这过得去吗？回去，回去，这过得去吗？回去了，不行，过不去了，那边是下，过不去那边是死路。往外开嘛，往外开嘛。啊，给他进开好了。不要，你不要翻车就好了。我到这个游戏里面第一次坐车哎。哎，欸，旁边还有一台哎，旁边还有一台哎。哎，下得去吗？下得去吗？不要太开快，不要太开快。你确定这可以过水吗？我说你这样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耶！哇，可以啊，我第一次开车哎，爽哟！你不要撞到那个地面凸起的地方就不会翻了。哎，欸，为什么没有撞到？只是在三指以下就好了，不要太高。对啊，刚开始就没事了。哎，欸，嘿嘿，有点超速了。看到他超车，赶快跳车。你熊看到会追吗？会啊，也是会。你可以尬熊吗？这撞熊撞得赢吗？可以捡雷果吗？哎，我下来了！你想，我掉下来，我掉下来了。有人想捡雷果掉下来。好快点啊！好快点啊！开心捡水果，太有他现在坐在车上不能开枪，手不能伸出去，感觉就哎，不要翻车，不要翻车，他不能像 GTA 一样把手伸出去开枪了。小心石头，小心石头，会翻，开慢一点。没有，现在我开车还蛮有信心的，别怕。现在驾驶非常紧张，屁耶，刚才翻好不好？我的妈！没事，我赶快跑出来。没事，我赶快
超多的，我出来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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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次玩碰碰车哦，要人命哦！如果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我觉得你们危险啊！比起五口比较危险。我觉得你们用跑的应该比较安全。对啊，太恐怖了！车很容易翻，还是第一次？慢慢慢！要下坡，要下坡，要下坡，等一下，慢慢了，慢慢，慢慢，慢慢。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十就好，十公里，时速十就好。慢慢开没关系啊。啊。大家都超紧张的，超紧张。这一翻车就砰了，那东西不见了。别怕了，开上去了，开上去了。想想你在 DDA 的表现，是这边吗？对。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打？我不知道啊，那看你坐标啊。欸、你让我一下，不要走这边。哎、欸，快，对啊，斜对角，斜对角就，哎、欸，是那个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不是，看错了，我看错，我看错。上面吗？是不是在上面啊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我以为是一个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我超害怕的，好不好？我看错了、欸。到了到了，到了到了到了。这是怎么样跳？啊，到了，然后下车把车锁了。停在房子底下。停在房子下面，停在房子下面。哎、欸，小心！有一个路人说要加入了。哎、欸，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路口你慢一点，路口等一下。对。你尬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车子的血量一直在减少，你停外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停这边就好，停这边就好。可以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算了，就下车了，好恐怖、哦。人在旁边不要看，别压死我们了，太恐怖了、啊、坏掉了，不要再开了啦，你要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停好了，停好了，停好了，停什么好？这边又没有停车格，又没有缴什么停车费。旁边一个人，旁边一个人谁？旁边那个人谁？那是 Boxing。 下车，然后按锁。对，下车。锁了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零件你有拔起来吗？零件你有拔起来吗？有。僵尸来了。等一下，不要在我这边射箭，你很恐怖。这一个是谁？哪里啊？这个。哦，快！零什么的？我走。零五。你们想动我吗？中文吗？你们想动我吗？林老木，他都说是林老木了。是台湾人啊。哦，早说了。你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家我杀父子吧。哦，真的、啊，那就他是来这边给你梅子的。我们要一视同仁嘛，所以就请你把你身上的衣服都丢在地上。啊，才一个。啊，才一个，怒穷。今天就玩这边了啦，我要下线了，剩下你们自己搞了。最后谢谢。哦。怎样？没有吓到。那个僵尸有那么难杀吗？那个僵尸怎么杀不死啊？没打到头啦，有东西，有包。两颗子弹 ，OK OK， 我也差不多了。不要杀了，我们要和平一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今天感觉还蛮有趣的嘛，出去了一下子遇到一大堆事情。怒口不要再怒杀了，好不好？每次都是你把自己人杀死。上次好像也是我被爆头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你啦，是你吗？是我吧？还是谁？没有啦，不是我啦，是吗？好啦，算了，好啦，休息啦，拜拜。那我今天就录到这啦，各位拜拜。